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长沙湾广场 Payhouse。 荔枝角新 Payhouse 在正地铁站上盖，来到那一刻是有点意外的，因为这个广场的变化很大，规划得相当之不错，餐饮和玩的地方都很充足。即刻带大家逐个位睇下，转啦！哇，呢个火箭炮嚟噶，睇清楚系咪啊？玩呢个系会唔想停噶。爸爸拍这个真的很正啊！掉螢幕打怪獸這個遊戲呢，是真的會令小朋友極度上癮。我個仔去到哪一個遊樂場呢，都會不停玩這個遊戲的。跟著我，好啊，走啊。呢度系厨房区域，有好多积木同埋书俾小朋友喺呢度睇。再行入少少就有一个沙池区。
啊，踩咗个波飞出嚟嘅。诶、哎，诶、哎。哎，单脚咯。好，再捉啦。啲星球真好靓啊！要三岁以上嘅小朋友先可以玩。欧文咧都有啲入咗耳仔啊，所以家长咧要特别小心啊！小个的时候呢都很喜欢攀石的，到了现在大个呢就不喜欢了，你看看他这里还有冰壶，我觉得呢这个是挺特别的，因为其他游乐场呢都没玩过这个游戏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尝试玩冰壶的，都挺好玩。好似头先咁。你有样学样啊！试下试下试下，我试下。你中意啊？可以试下。快啲啦！你阻住妹妹啊！系啦。玩够啦，要去食嘢填肚啦。游乐场咧同呢一间餐厅合作咗，有儿童餐，重点系好中意个名。欧云食 Mr. O， 感觉好得意啊！呢度有三张鸟笼台，我哋就坐咗其中一张。哇！哇！你食咗边啊？食咗边个系 Mr. O 啊？举手。Mr. Owen Choi， 他吃东西真的吃得太疯狂了。
我哋就喺正正隔篱嘅日式餐厅食埋甜品，哇，真系非常之满足啊！食到捧住个肚。我哋而家多咗一个放电嘅选择啦。人生清醒眼朦胧，人间有梦。多谢大家。